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在最新版本的蛋仔岛中，我们的小岛中有一把超级武器被隐藏了起来。伙伴，这个超级武器比挂起来的咸鱼王的威力还要大100倍。Oh my god！ 伙伴，难道你们不想看看最新版本中被隐藏起来的超级武器的威力有多大吗？我只让你自己看呀，伙伴。什么？这把武器打到蛋仔的身上，可以让蛋仔瞬间失去反抗的能力。伙伴，难道你们不好奇被隐藏的超级武器长什么样吗？我来告诉你们呀。众所周知，在蛋仔岛中，咸鱼被评为最菜的武器啊。伙伴们，大家肯定都用过最菜的咸鱼。如果你们在蛋仔岛中也用过咸鱼，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咸鱼是最菜的武器，大家都知道。啥也不是。那么蛋仔岛中威力最大的武器长什么样子？难道你们不好奇吗？我来告诉大家，伙伴，其实我们的蛋仔岛中曾经出现过一个超牛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叫蛋仔激光枪。注意看，我们点一下激光枪的按钮，激光枪会发出一个黑色的射线，直接打到蛋仔的身上，会把蛋仔直接烧黑，被他打到的蛋仔会变得一动不动，不能反抗。所以啊，蛋仔岛中最牛的武器就是蛋仔激光枪，只不过在最新的版本中被删除了，你们知道了吧？